Susan 的 diary， 然后呢，今天的 diary 就是要带我们的伯伯去看医生。伯伯在三个月前呢就已经看过一次医生了，因为他的皮肤那时候有一点皮肤病，然后医生就讲他的皮肤有可能是他本身的疫病、遗传病啊，也有可能是环境食物导致的。医生就建议他吃别的狗粮，一些比较有机的狗粮，大概要吃三个月，然后三个月不可以给他吃任何的食物，也不可以给他吃别的狗粮，也不能吃零食这样子。给你们看一下近况，上一次如果有关注我的 story， 我就有 complain 一下他为什么我买了床不给他，然后现在他已经会开始自己上床了，开心，终于有一点用处啊。然后他其实有一个病，就是也不懂是不是病，他很爱舔自己，所以我每次然后舔我骂他就不会舔了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会问我啊，为什么要给他戴这个头套，也是因为不想让他去舔他的伤口，诶不是伤口，就是不想让他去舔他的皮肤。到现在已经是三个月后了，所以我们就要带他去复诊这样子。今天就记录我带他去看医生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医生现在有讲他什么吧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要带你去看医生。对，我忘记跟大家讲啊，伯伯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水泡，上次已经带他已经抽过那个水泡了，现在又长回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问医生，他的这个水泡到底是什么来的？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水泡好不好？转过来，你也太舒服了吧，爸爸呀。大家看你的水泡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它是一个很爱拍摄的狗，每次拿相机对着它，它就额外的兴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这个水泡哦，哎，这次咬我。好嘞，好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家，我上车再给你们看，太不受控了。大家有看到这个水泡吗？就是这个。很大的水泡，上次有抽出血了，可是又长回来了，可是它是不会痛的那一种。如果你们看得清吗，就是它身上有一些血，它刚刚坐在这里就会有一些血这样子。之前呢它的血是那种一片片大大片的，就是它很多粘在皮肤上了。我觉得它上来 KL 过后哦，它的状况有比较好一点的，就是变成小片的血哦。So， 等下看一下医生有没有觉得它变好了。那个肥仔哦，因为它有皮肤病是不是？它很臭，是啦，它是真的蛮臭的。它大概洗好澡过后哦，三四天就臭啊，真的是臭。OK， 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呢，我跟它冲凉的话，它就是一两天就会臭，可是给别人洗的话，至少可以耐到三四天。正常的狗好像一个礼拜呀、啊，你可以一个礼拜，因为它家弟弟的话，给别人洗的话就是一个礼拜才会臭。它的狗味非常的重，有时候在家哈，你没有听到狗，你没有听到狗声是不是？有先闻到狗味就知道，有养狗哦。OK 啦，它也不想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带它去火锅店，看它怎样料理这只狗。我个人是推荐放麻辣啦，因为有味道的狗，麻辣可以盖掉味道。啊，不会咬它，它只会咬朋友嘛。你们看它几聪明，它转左的时候它需要靠右边，它是一个历练的老狗了。你看它，你看它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它闻到来兽医的味道，对，它很讨厌这里的。朱顺，你的衣服是还在卖啊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哎，我忘记了，帮我。蛮不错的吗？这个衣服还掉牌？你帮我塞里面。不要，就这样子。走啊走啊。兽医都是非常贵的，分分钟比人还贵。真的，收。喂，手进来啦！你看那个猫的比大字哦。好，好，这边这个。喂啊，减肥，停下减肥啊！ 不会紧张啊，各位。No。是他要打狗，打狗混法，不会。小心，你看我打他都会咬我的，有朋友才会。慈母手中线，阿伯你很臭。他在讲他呀。
yoga yoga， 哦，声音感超。人真的好想要挑战他的极限，真的。我来哇，阿布，布布布布，讲多少次啊？讲多少次？怎么多？他的血，你先收一次嘛。你刚刚大片几大片？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两三个月，还没好吗？我们是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？阿布已经差不多要下锅哦，麻辣火锅，麻辣麻辣，哎呀，嗯，快单哎，看起来很好吃哦。阿布，我戴口罩的，闻到你的臭味，太可怕，太可怕。虽然我是个很爱狗的人，可是我比较不可以接受狗太臭，就是有味道的狗味。它没有很臭，好不好？就我跟你讲，它的鼻子是有问题，就像它吃辣的时候，它讲那个不辣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哎呀。阿布哭哦，各位，你流眼泪了。好嘞，不收空狗哎，不，他没有，他不是这样，他的猫几乖，看你狗多乖，很乖的，你看啊，一个海水泡吗？对，一个西北大烤，看平面的话更有真的更大，你要用平面拍，不是啊，不是往上面的，才长很有。那讲的微博哎，不会咬他，不会，啊不会，感觉我吗？根本没事，有我，不会很。阿伯，嘿，哎，不想理你。嘿呐，哎嘿，我然后叫你用桌子，你也不会。哦，嘿嘿，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，再另外一只，再另外一只，再另外一只。OK， 目前没有得失意，也还没有这条状嘛。OK。Come on， go。各位医生，现在脚这样多，阿伯应该是没有救。你不要一直那边。阿伯应该是底下要下锅，所以我现在呢，要先去买白饭了。阿伯很不喜欢这个医生台，他一上下就坐立不安。代表这个我们上太空啊？这套食物没？我觉得他吃不到。OK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呀，我们看完医生啊，宝贝。so far 是好消息，我觉得就是他的皮肤病没有更严重，至少有一点减轻啊，也不像之前那么严重啊。那个我担心的水泡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医生讲咧，他的水泡是他的皮肤敏感导致的，是一个发炎的倾向，所以抽出来的是单纯的水，就是没有什么大碍。然后那个水泡咧，其实有分很多种啊，有分那种油的，有分还有肉的那一种，他的是最没有威胁性的，是那种水。普通的水而已，然后它这个水泡就是不用抽的，因为医生讲，如果抽的话，它又会回来，就放在那边的话，至少它又不会一直在生这样子，它就只是一个固定的大小而已。这人就要带着这个太阳花啦，好可爱啊，真受不了它。就是医生讲说，给它吃看多一个月的那个方法，对，忘记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就是它现在的增加它的洗澡方式，一个就是用 shampoo，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给它普通清水这样子，让它的皮肤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才有的。所以现在就是它一个礼拜需要冲两次凉，一次是清水，一次是要洗 shampoo 的。So far so good， you good？ 你看得到镜头吗？今天的一天就献给你，好彩你没有问题，非常的棒。你有问题我就完蛋了，OK 吗？不会讲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今天的出生大料理就到这里，拜拜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，当常勇的频道，拜。